有人让我反省自己，可我日三省吾身，发现错不在我。有人说我大魔王，可我不过爱沉吟两秒的七人机。有喷子越发来避嫌，哭着停止老子进午夜，在恶他的地府空发起身，心腹乱世所谓，然后别说失败，最后再去治别的缘。哎，老板，这个煮鸡蛋怎么卖啊？煮鸡蛋啊，1.5一个，3.2两个，10.6六个，找你1.00。麻烦您给我拿三个，小本经营，概不奢侈。在下先失陪，听君一席话，浪费了我宝贵的10分钟。彼此讨厌前边的人很多，保持距离这个决定还不错。如果你问我多远才足够，那么我会回答，最好是阴阳相隔。我这一辈子谁也没求过，除了在座各位的心里沙漏，我分最擅长的就是欺人不偿命。哦，还有斩断人际关系。Thank you.